当天晚上喝多了，他一起喝酒的人说要回家啊，还不想回，还要继续喝。后半夜了，因为已经那时候12点多了。啊，另外一个朋友呢就劝他说：“你别吵吵了啊，你再这么吵吵，那作为邻居有点扰民，报警了怎么办啊？那样不好。”完，他这一听，不用他们报，我自己上派出所去。他就上去，没有任何理由的上去就开始踹门要找警察。后来踹了一会儿，他自己他都站不住，一跳起来一踹，给自己都弹到后面去，摔了好多跤。但朋友怎么拦，怎么也不行。然后后来派出所，他们人出来了以后，我就给他带进去。